女子拳是中国武术传统拳术之一，属外家拳。据传为赵佶先生所传，后来又传到河北省威县，家传至刘培伟老师。刘培伟老师又将此拳传到北京，经过不断的整理和研究，使糜竺拳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。糜竺拳动作舒展大方，快速有力，刚柔兼有，快慢相间，身法突出，步法灵活，既可实用，又可健身。下面，弓步双推掌，左脚先撤回半步，从撤到左脚右脚的内侧，左脚撤回半步。脚尖点地，落于右脚的内侧。右腿原来是弓步，高度不变，还保持原来这个高度。左手向后撤，收于腰间，成为一个丁步，左丁步。右手原来在腰间，仍然抱拳不动，挺胸叉腰。左脚向后撤，成右弓步，同时以左腿向后撤，同时双手向前推出，两掌掌心相对，掌指冲上，两臂伸平，两掌的距离与肩同宽，眼睛向前看，向前平视。这个动作呢，一定要坐腕啊，手腕的用力下坐，两掌心用力上挑。提起双白掌，重心移于左腿，脚尖向左拧，右腿同时提起，成为右提膝。两掌随着右腿提起向下向后摆，右腿提起的时候正好是调掌，就这个动作同时挑起来，两掌左掌掌心向前，右掌掌心向后，
两个掌是相对的，掌心相对的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内，右掌的手腕处在左肘的内侧，眼睛向左平视。抡臂，马步，撑掌，右脚向右侧落地，落一步，同时右掌由上向右侧摆，手心向下，拇指分开，虎口朝前，左脚继续往前上一步，和左脚同时，左手向上向前按下，这个掌也是八字掌，拇指分开，手心向下，右脚向前上抬起来，抬起来以后落地做一阵脚，左脚马上上一步成弓步，手的话到这，抬腿的时候，右手向上向前按下，还是手心向下，左手收于右腋下，阵脚以后左脚向前上步，右手翻转向外翻转，并手心向上，这就是一个雕手，实际是雕一下。随着左脚上步，右手向后收于腰间，拳向下，左手从贴着左臂向左侧撑出，左掌呈侧立掌，掌心朝前，臂以肩平。这个动作做的时候注意，一个是掌要分开，这个动作叫八字掌，叫八字掌。这三个掌呢都是向下按啊，不是这样啊，这样就抡两个圆圈，它每个动作都是向下按，一二三啊，这样。这个呢下面呢阵脚，阵脚以后这手雕一下，腕起拖一点，同时上步推左手，这个动作老的名称叫盖马三掌，盖马三掌。反臂弹腿，下面是反臂弹腿，马步撑掌以后，马步撑掌以后，重心向左移，左脚向前向里头扣一下，以脚跟为轴，脚掌向里扣一点，向里扣一下，完了重心移在左腿上，前腿伸回成右虚步，右虚步，左手收腰间，右手小臂翻拔，同时弹腿，这个腿的高度不超过膝盖。抡臂并步砸拳，弹完以后落下，右手
转圈，由向左、向上、向前摆，继续向下，左手向后、向上、向前摆，同时左脚向前上一步，两臂继续右臂向上、左臂向下摆，重心移在前腿上，后腿提起，左拳从后边摆上来以后，拳心向后，拳背朝前，左手握拳在你的左后方尽量挑起来，左拳这个拳心也向上，拳背向上，右腿向左腿并拢，同时右拳向下砸，左拳变掌向上摆，右拳正好砸在左掌的掌心上。这个动作做的时候不要太高，不要超过头顶，砸的高度不超过头顶，在你的眉目这个高度就可以了。转身，外摆腿，弓步，十字冲拳。外摆腿和弓步十字冲拳两个动作连起来做。右脚向后撤一步，身体向右后转，转过来以后，左脚向右脚并拢，立正站好。转过来，随着转体，两臂分开，分开。左腿并的时候，两掌相击，掌心向前。再做一些动作。上步外摆腿，弓步十字冲拳，右脚向前出一步，左脚向前出一步，稍微的向外斜一点，右腿提起，从左侧经过你的面前向右摆，落在你的右侧，横着落在右侧，呈右弓步，呈右弓步。摆过来以后，摆的时候，两手相线依次击打你的右脚的外脚面，左脚先击，右手后击响。我再做一次这个。摆完以后，右脚落下，同时两手向两侧下方分开，从体前向上摆，交叉抱着相抱，右手向外翻转，向上超过头上方，向后拉收腰间，左前翻转向前冲出。这个动作呢，注意一下，向后拉的时候一定超过头顶，因为这是正对方架对方的拳，然后架住以后翻转再打的拳啊。如果在这儿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了。下面这动作仍然是十字冲拳，虚步亮掌，
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左手向后摆，右手摆于右侧头上方，眼睛向左平视。再跳步，马步盘肘，左脚向左侧上一步，右脚提起，左脚落下，成马步。右脚上步的同时，右手向前向下摆，收一右侧腰间，左腿提起的同时，左手向上摆，向下按，按于你的右侧胸前。挪手，挪手，弓步冲前。马步做好以后，右手、左手从下经过你的左腿的下面、前面的下面，向后摆，收一右左侧腰间，同时右手从腰间向前冲出去，丁步撤肘，右腿向前上一步，成右丁步，右手向后撤，收一右肩，左手不动，上体两只脚不动，上体稍微向后转一下，眼睛向后看。做的时候，撤腿、撤手、上腿、转头，这三个动作要同时完成。扁踹脚，做的时候右腿收起，提起，向你的右侧踹出，右脚横着，由脚的外侧平着向前踹出，脚尖向里勾，腿伸直，踹出以后马上收回来，平抡转身，弓步十字冲拳。右脚落地，左拳平着向前打出去，拳心向上，拳心向下，拳背向上，臂伸直，左脚同时再上一步，上体随之向右转，两臂伸平平着抡一周，转过来以后右腿提起，向你的右侧落地，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向后、向上、向前摆，左手放于右腋下，右手继续向下摆，收腰间，左手向前向冲出。下面把这动作再做一次，左手冲出的时候是这样，
扣，翻转一下打出去，这样打。提气，瀑布，气掌。弓步，十字冲拳以后，右腿向左腿后撤一步，撤的时候先提一下，然后再向后撤，不要直接撤在后方去。提的时候提起来，提起来以后，右手从后向上向前平着砸出去，左手由左侧腰间收于右侧肩上头，右腿后撤，屈膝半蹲，屈膝全蹲，左腿伸直成左瀑布，同时右拳撤到腰间，左掌贴着左臂向前推出去，掌心向外。下面把这动作再做一遍。推的时候，这个掌要在脚面上头，不要放在这个位置啊，就尽量身体前倾。扑弓步，切掌，瀑布，切掌以后，瀑布不动，左掌收于腰间，掌心向上，然后左腿向前弯曲，后腿绷直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从腰间向前切出去，掌心向下。盘腿插掌，弓步切掌以后，右腿提起向前弹出去，这个弹腿要求你做平弹，就腿要伸平，脚面绷直，力点打于脚尖儿。与弹腿同时，右手从腰间变掌，掌心向上向前插出去，左手自然的收于右腋下。转身裸手弓步冲拳，右脚落下，左手不动，右手不动，左脚右脚向里拧，身体同时向左转体，右手同时向你的右后方摆，右手向下摆，从你的左手向下摆，从你的左膝外侧撸过去，撸完以后左脚再落地。撸完以后放在腰间，右拳右掌原来是脚掌心向上，变拳收腰间，从腰间向前冲出去，冲出去。这个动作呢就注意一下啊，落地的时候左手从左膝外侧撸过去啊，撸过去，
路过去以后，左脚再落地成左弓步，不要落完以后再落手。抡臂，并不打拳。弓步冲拳以后，右臂向上挑，转体向后摆，两臂伸直，两手聚训，右手向后，左手向前摆。这时候拧腰，腰要拧过来，左手聚训向后摆，摆到后头变拳就不动了，右手摆到头上方。这时候当上摆时，右腿提起来，就这个动作要同时做。并步砸拳，左脚要不动，右脚下落，两腿屈曲半蹲，右手握拳向你的前下方砸，同时左手收于左腰间。这个角度是前下方45度。提气上冲拳，也叫通天炮。右腿提起，左腿伸直，成右提气。提气的同时，右臂、右小臂向上冲，小臂立起来，小臂和大臂这儿成一个直角，右拳的高度不超过头顶，左手同时收于腰间。这个动作收的时候要动作干净利落，向上冲的时候要有一些力度。抡臂，扑步，切掌，提起上冲拳以后，右脚向前落，右手向前伸，然后向下、向左、向上、向前摆，左手向后伸直，两臂继续摆，右臂向后，左向前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两臂继续摆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手向前摆，左手由后头摆在你的右肩前的，形成这样一个动作。落地以后，左腿提起，提起来以后用小你的左边的小腿用力从地面铲出去，铲的时候右手左手和这个你的左腿要同时做出去，虚步架掌，扑步切掌以后，重心提起，放于右腿，左腿向后收回，成右虚步，成右虚步。转身的时候，
左掌从下向前，经过你的，从你的右膝的上头抄下来。这时候起身的时候，右腿再向后撤，右手握拳不变。所以这个动作主要抄对方的这个腿或者手，所以一定要转过来以后再起来，不要从这儿就起来了。单手，弓步，按掌，右手由下向上摆，摆完以后，掌心向前，手心向后，同时右腿提起，提起来以后，两手向下，从你的右膝前向下用力向下打。打完以后，左脚上步，呈左弓步，两手继续向上，到头上方，两个掌的掌指相挨，同时向下按。按在你的左膝的前下面一点。这个动作注意，不要往前趴身，弓步大一点。如果弓步小了以后，你就会向前哈腰，所以弓步要大一点儿。阵脚，分手，蹬腿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做阵脚。同时阵脚以后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右腿提起，向前蹬出。蹬的时候，要求做的蹬平，蹬平。在左脚蹬的时候，左脚向前，右脚向前蹬，两只手向两侧推出。这个动作呢，做的时候呢，可以做的时候呢，蹬脚和分手两只动作要同时完成，一个向前蹬，同时两手向两侧撑，同时呢，要求你右腿尽量的收起来，收到胸前，从胸前蹬的时候，这个腿的在这两个手的里头，这样分。这是一个前面封你的两手，完了中间的蹬他一脚。下面马步抱拳，蹬脚以后，右脚向下落，脚跟先着地，身体向左转，右脚以脚跟为轴，脚掌向里拧。转的时候，两臂跟着掌体同时摆，摆过来以后，两手握拳向你的体前收，两个小臂弯曲，肘向下，两肘用力向里夹，两肘和你的这个两个大臂都要夹紧，手心向上，眼睛向前平视。隔肘弓步冲拳，
身体向左转，右腿伸直，左腿弯曲成左弓步，与转的同时左手向左侧，小臂立着向外磕，磕完以后收到腰间，同时右拳收到腰间，从腰间向前冲出去。马步架冲拳，身体向右拧成马步，同时右手握拳向上挑到头上方翻腕，成为在你的头的右侧上方架起来，在转身同时左拳向左伸出，拳心向下。这个动作是一个马步架冲拳，架的时候注意一下，用你的腰臂的力量到上头以后翻腕架出来，不要在这儿，不要力点不要放在你的右边的肘的部位，应该放你的手腕的部位啊。冲拳和架的时候同时完成，同时完成。虚步调掌勾手，马步架冲拳以后身体向左拧一下，向右拧一下，右手向下向左摆这以后摆在你的右臂的右腕子的下方，摆在你左手的下方，左手变向下弯转一圈变勾，右手同时挑上来，挑的时候重心向后撤成左虚步。下面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再做一遍，这个向上挑，这个向下翻，翻以后变勾，这挑完以后向前再有一点推的动作，并步按掌，先做一遍，左脚向后撤一步，右腿再撤一步，两腿并齐，挺胸塌腰，撤一步，同时两左手由里向外翻一下，翻成两掌向上，撤左腿的时候两臂向下摆，再向两侧左右两侧摆，向上摆，摆到头上方，从体前下按，摆的时候眼睛先向右看，然后眼睛随着手向上按的时候头再转过去，先把这动作再完整做一遍。奔上摆的时候稍微慢一点速度